我跟你商量啥？你说你要有那能字儿，咱孩子都打酱油了，咱不生不出来，这多好，咱省事儿了，你说是不是？钱进，你说你喝点酒，说啥话呢？这是。人家肉包，多好。没能耐。哎呀，这回来，回来，钱进，你说我说你真不像话，你这是干啥呢？你说你喝点酒，你像个男人吗？ 你说你瞧把人丽华给气的，你说你又让日子怎么跟你过？我跟你说你，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两口子怎么过日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跟瞎鸡个啥呀？是不是男人你知道啊？那得问我，他就不是个男的，我也愿意跟他一块过，怎么的？我就喜欢这样，你想怎么的？哎，丽华，哎呀，叫啥么玩意儿啊？我的儿子。 谁走能怎么地呀？咱有儿子呀，你家玩意儿呢？哎呦我天！这女的到底啥时候来的呀？哎，行行行行，我把你送回去了。走走走，送哪儿去？送回家，我开车把你送。谁家呀？你家。走，你开车，我没车呀。你那是板车，我那是汽车。汽车几个轮子？四个轮子。你别给我玩轮子，玩那三个轮子的。行，走走走。哎呀。 哎呀，哎，老公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的，行行行行行，我开车给你送过去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要吐啊？不是要吐，我腿呢？你腿在我这儿呢。老坐，走走走走走，老坐我腿呢？你腿在我这儿呢。哎呦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坐，走走。哎呦，走喽，回家了啊，走，回去喽。 来，房里都热乎热乎啊！天蓝，别看了。哎呀，就差这点。睡觉。你肯定是喝了，绝对喝了。你说我哪敢跟你说那样的话呀？我哪敢那么伤害你呀？那我胆儿得多大呀？我也没想到你胆儿那么大。 但确实伤害了，那绝对不可能。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用不着劝我。其实我什么都明白，我挺对不起你们老向家的。你说这都十几年了，也没给你们家续上香火，吵得厉害不？我说，要不然我过去。 现在有个现成的，也挺好。小病也不是外人，从小看大的。这既然小命都提出来了，这事儿我也就同意了。你不同意都不行啊！哎呀，喝酒以后的话，那哪能当真的呀？再说了，那日子咱不要了。还有，来个外人，咱真没法在一起过了。 怎么就没法过了呢？你不想跟我过了？我不是说这，我跟你我就做梦都想跟你，下辈子呀！你说，我说来，钱进和丽华这两口子这怎么了？又吵上了？不是你跳的好女婿啊，这三十多了。哎呀，我们这父辈四十多还生呢，你这没问题。你说咱锻炼锻炼，完再加上咱这底子，咱各方面酝酿酝酿，再抓点药，一配合不就有了吗？不想锻炼了，也不想酝酿了。 药也不是没吃过，算了，放弃了。那啥，你去跟小妹说一声吧，就说这事儿我同意了，去吧。来的正好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不用说，我全听见了。丽华呀，我说你傻不傻呀？你让人给蒙了。 妈，小点声。真是小点声，说那话事儿吗？这些没用的，你说，那啥事儿比传宗接代还大的？是是是。他们两口子又不是说年纪大了生不出来，犯得着外人家要孩子吗？对呀，这不就丽华这犯浑吗？其实我跟你的看法嘛是一样的。我不客气，谁跟你一样啊？还说我闺女犯浑呢？我看你才犯浑呢。是。 你整天喝的醉马哈的，还挑丽华的不是？妈，那我没挑丽华不是，我行了，我还爱她。丽华，我告诉你，
你不用说呀，我也猜着了谁是幕后黑手。来了，咋了？出啥事了？你两口子想孩子想疯了，让人家趁虚而入。哼，我老太太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我能看着你们往火坑里跳吗？我是你亲妈呀，亲妈呀。 你这说的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怎么又整出个幕后黑手？我告诉你们吧，那幕后黑手就是隔壁的小孟。你干啥呀？一惊一乍的。完了，让人看出来了。啊，你是说小孟啊？不是他，还有谁呀？哎呀妈，你误会了，根本就不是那一切的罪过都是我，跟人小孟没关系。 其实小孟人还都挺好的，真的，就是老说话，硬硬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妈不是我说你哈，你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呢？那我们两口子关起门来说点话，你怎么还扒墙根呢你？你啥意思啊？你是说你妈老不要脸呗？我没说，行了，你别在这记个了，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。你们两口子的事儿，我说你傻不傻呀？你咋到现在还不明白呀？ 行，我让你看看，这到底是谁的事儿。你干啥？我傻，你上哪儿去？哎，妈！怎么回事？妈！妈！哎呀，妈！这什么呀？这大半夜的，回去。谁呀？不管谁来，最好行了做什么不在。谁把你吓成这样啊？赶紧开门做什么不在？致命！再回去。 给我回去！大姨，王大伯，哎呀，你们俩大招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插话，我告诉你，听没有？大姨来了，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要插嘴，听我说话。大姨来了，大姨，咋了？哎呀，大姨来了，哟，都来了，有事屋里头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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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屋里头坐，嗯。 进了你的屋，我还能直着走出来呀？这话啥意思？我这是朱家户嘛，又不是黑店。不是，我跟你直说了吧，小兵给丽华的事儿，是不是你的主意？谁？咋回事？不知道。大姨，你误会了这事儿。钱妈，大姨知道你是好孩子，没你事儿。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哎，孟凡博，啊，我跟你直说吧。嗯，你那算盘呐？ 打得太精密了，也就是我老太太能看出你那点猫腻。你是想把小兵给丽华当儿子，将来他们两口的财产就是你儿子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笑什么？大姨，说中了吧？大姨，他不是这意思，是啥呢？小兵从小啊跟我哥和我嫂子就亲，那我跟我嫂子不也稀罕小兵吗？这他俩也没完，你说对不对？你啥意思啊？啊，你啥意思你？啊，你等着。 你说啥呢？你说啥？行了，嫂子最喜欢说啥。你们两口子想什么呀？我跟你们说了吧，哼，不就是算计你哥你嫂那点东西吗？啊，把孩子都算计上了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咋的呀？不就是看我老太太好欺负吗？不就是想撵我走吗？哼，哥在这儿呢，都在这儿。 老太太，你把你的思想情绪表达完，那我也表达下我的。老大不孝的娘们，说话这嘴上留一个把门子。是，我为啥这样做呢？我还不是想着老乡家没有个传宗接代的，要不是因为这，我跟钱旺舍得把我的亲儿子往外送吗？大哥，嫂子，你要觉得我这次办的不合适啊，就当我放了个屁，没有必要让老太太来骂我。 我冯哥，谁让老太太来骂你了？你误会了，你知道不？走了吗？哥，我就看不惯你这个软皮蛋的样儿，他明明在算计着你，你怎么就不说话？算计啥呢？谁算计了？你俺跟做人加起来都没有你聪明，俺算计。就算我跟钱芳算计俺儿子了，你算计女子没有？啊，你有家不回，你来到这儿住为啥？最上说是来照顾你女子了。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啊，谁照顾谁呢？俺看见天天是俺哥跟嫂子在照顾你，你为啥不回去住？
你住别人的房子，自己房子留给谁呢？留给你儿子你吧！你放屁！我放屁，我这把皮放完，这个房子给你说清楚啊，搁你也知道，又挨钱款一半的啊！你赶紧搬走！我不搬，我不搬，我就是不搬！你管得着吗你？管得着，钱房得租成俺的，用俺一半的。哥，服务员，我已经造好了，没地方住，明天就搬进来。小磊，可冤了，可冤了，臭了，臭了！哎呀，我弄了，丽华，这么难办，真臭嘛，这样臭嘛？一声都臭了。我完了，我这谁不会臭？ 哥，对不起啊，哥，樊博他没有恶意，他也是好心眼儿，为家里着想。那个啥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回头你跟老太太还有嫂子好好说说啊，这事儿再也不提了，永远不再提了啊。快回吧，没事。 吃点咸菜，你赶紧吃啊！舅妈送你上学去。不是说好我舅妈送我吗？舅妈不送你，以后也不送，送啥送？吃饭。你跟孩子生啥气啊？啊？这事跟孩子有啥关系？都怨你。我知道，我舅妈不要我了呗。舅妈压根都没要过你。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爸跟你妈要你，谁要你？你要不是俺儿子，我也不要你。光知道逃学。你有病啊你！你看这还笑你看。笑啥笑笑，就笑。气死你爹！我跟你说，今儿这事儿都跟那记住，回来跟谁编啊？笑一遍，笑一遍。你啥时候跟孩子好好说过话？你不用跟他说，回来跟妈说就行。走，拿书包。走了。 你赶紧的！我天哪，这家伙一宿没睡，都快心疼死我！我这心都碎了！我告诉你，比我不睡都难受呢。你这样，你今天别上班了啊！我去跟老杜请个假，不去了，是不是？孩子咱肯定退了，啊！咱又不是没怀过。我告诉你，这回只要是再怀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希望在地下能见着你。你就躺在床上，在床上吃床上睡，我一切我照顾你。 我就不信了，人到地球卫星都上天了。那咱这我你我还伺候不了了，那什么，别动啊！我这给保证钱去。这家伙，这家这万一要一怀上，我告诉你俩包呢，给俩包挣钱去啊！哪儿不动啊？饭菜都在这儿呢。啊，到点我回来。哎呦我天哪！妈。 我走了，哎，妈，哎，爸呢？哎，爸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好，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好。哎，哎，你说，你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呢？你是昨天晚上没看见的？那小梦，他怎么说我呢？那是小梦不对，啊，你拿的钱这是啥什么钱？ 那他怎么不多替我说几句好话呀？啊，他还是我女婿吗？他替你说的还少吗？啊，他一直在维护你呀、啊。他是你女婿，可他也是千芳的亲哥哥呀。咱们来呀、啊，本来就不太合适。啊，你说。
这不是让前任家的中介两头受气吗？好，他们都受气，就我好，就我不受气。哎呀，我亲爱的老伴儿，这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啊，你是个受气的人。你昨天下午，一醉汉在闹市区当街闹事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念这个，当街闹事就别念了，咱读一些积极向上。积极向上，这儿有一个老年说和团，倡导家庭和谐，这咋样，哥？这个好，就念这个吧，看人家怎么倡导的。郭春燕，是河西区长城东路社区说和团的团长。近日，他从社区居民服务站得知，社区一居民因房产问题导致家庭矛盾激化，妻子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那我跟我嫂子不也稀罕小兵吗？他俩有狗啊！你说你啥意思啊？啊？你啥意思你？绝食，想屎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这嬉皮笑脸，你幸灾乐祸什么？不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他是邪的，是邪的。你看电影要干什么？就好好的严肃点念，学学人家好的地方。那个产生一种轻生的念头，也就是想屎去。年轻，你老年。行了，你傻呀你啊？嗯，念哪段不行啊？不是哥让我说的，一点心眼都没有，你跟他一样。这，不是，我哥让我说的，你。哎，胖胖。别打呀，咱继续念，就念这段啊。产生轻生的念头，师傅，你跑啊，不带这么玩赖的呀。咱们都说好了吗？白头偕老，举案齐眉。你说咱们风风雨雨这么多年，不管大事小事，我们都挺过来吗？我们怎么能这样呢？咱们漫人生的路还很漫长，路漫漫其修远，吾将上下而求索吗？这是何苦啊！我18岁进厂碰上你，我就心就没移过呀。孩子不都是退回去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嫂子，你把剪子放下！你干啥玩意儿？你站着干啥？快跪下！你弄高。嫂子呀！哎呀，嫂子！先捡的放下嫂子，哥不容易，哥连我们在一块挺不容易的，拉着板车不容易，拉着板车不容易，拉着板车不容易呀！干啥玩意儿啊？啊？不是扣缝歪了就不能重新拆了重缝是怎么的？把人想的也太脆弱了都。你干啥去？那不干活呢？我可以过来，我怕有啥事我不就跟他过来了吗？你咋跪下了呢？不是让我跪下了吗？我啥时候让你跪下了？可不就叫我跪下了？没说话你叫我跪下，我就跪下了。你跪干啥？我是这样的，我一开始没跪下，后来你嫂子说你跟那呼吸。呼
后引用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都摸薄了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他说你试试，我就跪着。那你试试保护你，跟我有啥关系？叫我跪下，我这好好的，啥玩意儿？你那个，你那啥皮子？狗皮子吧？不对，我记得你那人造皮子。不是，胖丫给我做的，我知道是狗皮的。我跟你说，胖子是狗皮的。是吗？我记得狗毛吗？大黄狗吗？我这是啊。我是这样，这样的。那咱俩是不是一条狗啊？咱俩应该是一条狗吧？那他俩是不是咱俩碰一条狗吗？你看，你让我看，这也是，你整错了，色儿不像，就不是一条狗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是，啊？哦，这是，你啥？都挺幸福的，咱俩。妈，妈，够你呢。啥事儿？干嘛藏马步呢？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哎呀，你快点说吧，啥事儿啊？我把摩康博给打了。啊！你咋这么惹事儿啊你啊！妈，你小点声。你打的厉不厉害？我没下狠手，怕伤着前方嘛，就打了摩康博。那。咱们砸坏东西啊！我砸啥东西啊？我又不是土匪，我带那些兄弟也没动手，主要是看那些服务员啊、厨师啥的。你说你咋这么这个样子啊？你小点声吧。那你得出去躲两天，听见没有？躲啥？我躲。你听妈讲，他该打我。别，够惹事儿的。等造成啊，别委屈自己，听见没有？找个背景的旅店，你把他住下，完了赶紧跟妈联系，听见没有？那个孩子的媳妇不是开个小卖店吗？他有公用电话啊。没有妈的信儿，你千万别回来啊！行吧，快走快走。我走了吗？快走啊！爸，我走了啊！快快走，快走啊！这个孩子，哎，你说，咱老板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上来就砸，还打人呢？是啊，这可以不了。可不嘛，这不还没开张吗？就有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咱们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呢？可不是嘛，你说咱们聊个天。哎，要不然咱们另谋出路，别在这儿了，找人吧。忍着点儿，高国强真是的，还干啥也跟能动手打人呢？真是。我给你说说看了，这姓高的一家没一个好东西，真的。慢点，你行了吧你哈、啊？你呀、啊，以后小兵过继给我哥和我嫂子这事儿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哎呀呀！你听见没有？呀，就当买个教训吧你。谁呀？好了，请进。有事儿啊？啊？说话呀！老板，我们想辞职。辞职？为啥呀？咋了？这是嫌我给你的工资低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给你们的工资不是最高的，但绝对不是最低的。不是的，老板，这。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这来城市里也不容易。出来的时候，家里人再三交代，说这钱再多，都不如人安安全全的。是啊，我们谢谢老板了。这饭店还有几天才正式开张呢，我们就不耽误老板的生意了。谢谢老板。没有
你这样啊？慢点啊！来，晕不晕了？我吃，我吃。爹，老板娘好，老板好。哎，梦梦啊，你咋没走啊？我不走的呀。为啥呀？你不害怕？这有什么可害怕的？我都听说了，那个人是你们的亲戚，好像是弟弟，对吧？家里的事情，外人是不好讲的。再说了，好多亲兄弟还动手呢。再说了，我们老板是干大事情的人，不会跟他计较的，对吧？哈，真是好姑娘啊！行，那就跟我们一块好好干。谢谢老板娘，我们还得谢谢你呢。看你说的。你上楼歇会儿呗。嗯，默默。哎，你后来了以后干第一件事情。知道了，老板。好，你上楼歇会儿去吧，快。这不是四车间的钱进主任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谁呀、啊？我认识留守的。去把宋厂长给我叫来。好，您稍等，我马上等。快点，宋厂长，宋厂长，钱进主任来了。喊什么喊什么呢？钱进主任来了。啊，钱进呢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是吗？老宋啊，啊，你快看看，这就是你看的厂，这都是什么呀？这是啊，啊，这么好的厂你给弄成这样，这都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这些个为什么要蹲在这儿？这都什么啊？你再看看那厂大门，啊，大厂四开的，是不是？跟走城门似的。这么好的一个厂，让你给这留守，你就这么糟践他呀？但是，钱进哥，怎么了？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宋厂长为咱们这个厂心都操碎了。前两天来了几个要债的，把咱们厂大门打坏了，宋厂长胳膊都差点被打折了。行了，别捣鼓了，还想我不丢人呢？走吧，进屋说吧。都进屋说啊，来。哎呀，这么些年的这个账，想一笔一笔清理出来啊，还真不是容易事儿。行了，哎，老宋啊，是我错怪你。咱俩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师兄弟，跟你师哥还客气啊，钱进。我说你今天来，不是单单为了打我来了吧？我还真确实是有事儿。你看看这几个，啊，是我们四车间最要好的几个兄弟。下岗之后呢，跟我一起在家具城拉板车。我爸经常跟我说呀，说钱进呐，咱人下岗，思想不能下岗，他们得积极要求进步。这不。我让他们每个人都写了入党申请书，可是不知道到哪儿去交啊。哥呀，这个算了吧，厂都这样了，交啥呀？你给我闭嘴！年轻轻的你不要求进步了，你这点照人家彪德福就差远了。彪德福，你说你什么心情？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厂长看见没有？急得都说不出话来了，你行了吧，钱进？那彪的夫啥样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。你看这样，钱进，你提这个问题啊，还真是个新问题。回头我跟上级请示一下，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。
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容我个空，好，行吧？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兄弟几个帮你把这收拾收拾？那倒不用，我自己归了嘛。啊，那我就走了。行行行，好了，回吧，哥几个。啊，走吧，咱们。回吧，回吧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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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，兄弟们。啊，来。哎，妈，我来吧。不用。忙呢，今天。哎，你出去了。大姨，倒水呢。哼。哎呀，你可别怪他，老太太就这脾气。哎呦，哪能怪老太太呀，哥？哎，哥，明天饭馆开张，你别忘了去哦。哎，这你放心，什么事都可以忘，妹妹饭馆开业这档子事儿绝对不能忘。哎，那嫂子呢？嫂子能去吗？嫂子能不能去，那不就在你哥一句话吗？吹牛吧，从小到大就会吹牛。哎呀。再见啊，姐姐。哎，好。哎呦我天，这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行了，来，趁热。哎呀，啥玩意儿？把奶喝了。啥？看啥？人都说了，一天一杯牛奶，有助于生儿子。不喝。哎呀妈呀，这咋又耍性子？小样儿。说，行了，换一种说法。那个高丽华同志，向前进同志呢，为了照顾自己宝的身体，啊，每天邀请他喝一杯牛的奶，这样有助于身体健康，请笑纳。这好家伙，这事儿我要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就知道这奶没那么好喝。是不是小妹饭店开业叫你去？你想叫我去啊？天妈呀！诸葛亮也就这水平，你咋知道我脑门又没贴贴？我傻呀我！啊，那饭店离服装店那么近匣，大牌都挂出来了，我看不见是怎么的？哎呀，我天！你看我这脑子把这事给忘了，那去还是不去？不去。这是啥？你还嫌他损我损的不够是怎么的？哎呀，你别那小梦，你跟他怎么还能一般见识？你是他嫂子，对吧？那古人云呢，老嫂比母，那相当于啥呢？那就相当于，哎，你往小了说是他嫂，往大了说，哎，你就是他妈呀。你说你一个当娘的，你跟一个孩子，你犯什么劲呢？那我要是妈，你不就是爸了吗？对呀，我现在就做出爸样来。那儿子又有了，奶更不用喝了。咋又倒回去了呢？你说这玩意儿啊，他问你是那事儿啊？对呀，行了，你说这个挺好，你都当妈了，那你孩子饭店开业，你这当娘的哪能不过去看一眼呢？不去。我说，面上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让我栽过？哎呀，我怎么那么烦你跟我说面的事儿？你真是的你。回一下。男人让人看着以为亲嘴呢，你这别整这犯规动作啊！亲什么嘴？我是跟你说点事儿，你看你说事儿。哎呀，你说事儿，你正经说呗，你咬耳根子，你正经说，正常说啊，就这没有外人，正常说啊。嗯，啊，祖传老中医专治不孕不育。哎呀，你喊啥玩意儿？你小点声，这事儿你喊啥呀？不，到底是大点声，小点声啊？不是，你这正常说，咱这正常说，就我这么说，我这么说，啊。矫情呗，
专治不孕不育。嗯，哎，说老龄了，看一眼就能怀孕。我看一眼能怀孕？不是，我也是，我一听完我就笑了，夸太夸大了。这不是夸大了，夸太大了。他要是二郎神行，三只眼一看能怀孕，你这不瞎扯呢吗？赶紧穿起来。别，你也不要就算，得挡着他，挡我看一眼。呀，你这跟走马灯似的。我这为你好，你看你这怎么的，在哪儿啊？他家地址吗？延安路吗？哦，对，你我建议你去看一下，这块又没啥事儿，挺近的，去吧，也没啥活。哎，他那这块人少，人家屋里挂老锦旗了，什么妙手回春呐、啊，什么什么华佗在世啊，一针灵啥的。你看着了？不，我没看，我哥们说的，我这能骗你吗？哥们跟我很好。我看啥？我不去看去。咋的？我又不是不孕不育，这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那你嫂子不前段时间没保住吗？别给我提这茬，提让我伤心啊！不是，你去叫人看一眼，完以后叫人给你下点药，以后调理调理，那不就好怀孕了吗？我说这意思，为你好。你看你，哦，去吧，这块去。不是，我现在倒没啥事儿，但是我还有一个别的事儿，我先，你先拐一下不行吗？不是，我办点别的事儿。前进，哎呦，向前进，老牛，哎呀，我这么找你，你现在不得了了，老牛，你现在名声在外呀，你自个儿那个都不知道啊，这家又说你妙手回春，又说你华佗在世的，哎，那谁跟我说的？就那谁，就黑子，黑子，就我们四车间那小子，个不高，一天嘚了八层。我想起来了。你就是个不高啊，大挺大眼珠子啊，对，还成天学港式影星那个啊，说话尖啊，那个，就他呀，你这记忆真好。那你找我干啥来了？哎呀，找你还能干啥呀？那咋的，弟妹还没怀上？好，怀上了。你怀上你找我干啥呀？你这不开玩笑吗？不是这样，老牛啊。怀上是怀上了，这不前些日子没加小心，流了，没保住。是啊，一提这事我们两口可伤心了。那你早点找我来呀！你要早点找我来，这还不就保住了吗？你说这，真的假的呀？可不真的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这一说，我这心里更难受了。不过当时你在厂卫生所没凸显出你这方面的能耐呀。那你说当时你要给我调，那该多好啊！哎呀，那是你刚新婚不久，就你这大体格子，人高马壮的，五大三粗的，那你自己就调理了，还用我调理呀？那倒是，那倒是，原生态那时候是吧？那可不原生态呢，就是，那你用不着大哥呀。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这个开始放这方子老灵了啊！你要信我话呀，早来呀，早给你调理好了，那孩子都上大学了。是，哎，那你现在治好多少了都？哎呀，我治那患者呀多了，那都死寸满堂了。哎呀，我天！你这么一说，我把孙子都给耽误了。那可不是，记住啊，吃药时千万要在早饭前，晚饭后啊。忌辛辣，这我知道，中药一般都这样。别喝酒，千万别同房啊。好，这个我一定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净逗我，老牛，还没忘咱在工厂的时候。哎呀，不是你不同房，你这咱咋怀孕？哎呀，你等弟妹把药吃完了，调理好了，身体棒棒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下去，你还用我说这兄弟？行，懂了。那我这有点着急了。哎呀，这多好，接儿子。妥了。你看你笑的，眼睛都笑开花了都。那能不乐吗？那能不乐开花吗？你想想啊，眼瞅着一碗水到肚子里变成儿子了，你说谁不乐开花了呢？等会儿再乐。
不，这老牛真的能有那么神吗？哎呦我天妈呀，那可不有那神咋的？我一去的时候前边能有二三十，等到轮到我看后边还有十来个。哎呦我天，太激动人心了！我一进屋，我天妈呀，屋里挂根大千骨，像模像样的，墙上布满了锦旗呀、啊，那家伙什么华佗在世，妙手回春，让你永生永世不绝根。哎呦我天哪，这那可老感人了！哎呀这样。这牛哥呀，真不是个传说呀，那不是猜味儿，那是真事儿。以前也没听说他们家还能祖传这个。就是呢，咱也是寻思呢，可能是真人不露相。人说了，我姨父要下去，我告诉你，回去你妥妥的吧。你回去这个有儿了，我都打酱油了，放学了什么，这就整这个。哎呦我天哪！要一股鸭屎味儿，那整一个疗程咋喝不了？老婆，你太夸张了。真的，面对这碗药，你太夸张了。你又没喝过鸭屎，你就把他当儿子，你咵给他往里一粥，从此，我永生永世不绝根了。干了。咋样？怎么了？儿子呗。说吧。哎呀，今日痛饮气功药，壮志未酬，事不小。还是鸭屎味儿呢。儿子。